上周各省宏远走势回顾，第十五枚察哈尔省，十三年中华双枚，裸币未评级，成交价5390元。第十四枚中央户部，宣统大清铜币一厘 ，PCGS 评级 IU55， 成交价30900元。第十三枚福建省，石纹中华元宝。PCGS 评级 MS63RB， 成交价7920元。第十二枚云南省林武川滇石纹， PCGS 评级 IU94， 成交价3960元。第十一枚奉天省奉天机器局当时， PCGS 评级 XF97， 成交价4730元。第十枚河北省冀东一分，PCGS 评级 MS64BN， 成交价1813元。第九枚河南省双旗二十文旗上星， PCGS 评级 XF45， 成交价3650元。第八枚浙江省黄铜单面罗带点， PCGS 评级 IU50， 成交价6380元。第七枚四川省汉版五十文大字面，PCGS 评级 IU58， 成交价770元。第六枚新疆双旗当红前十文， PCGS 评级 VF97， 成交价4560元。第五枚云南省28年一仙 NGC 评级 IU Details， 成交价594元。第四枚安徽省20文平身大龙，PCGS 评级 VF37， 成交价44100元。第三枚福建省十文英文复数， PCGS 评级 IU55， 成交价10560元。第二枚中央户部二十文鸡爪龙带点， PCGS 评级 XF45， 成交价1795元。第一枚河南省党徽百文裸币未评级，成交价1705元。